那么我从大概初中的时候就读过我们刘老在文心杂志发表的文章，说要革毛笔的命。那么他从这个创立五月画会以来，就一直希望对这个中国的现代的这个水墨画，希望能够抛弃传统的技法美彩，他我想他一生的志业大概就是改革中国的现代水墨画。那么今天在现场有将近100幅我们刘大师的作品，各位可以自己去检验，看看我们刘大师在过去一甲子以来，他为我们中国现代水墨画所做出来的成绩。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应该在两大传统中走出一条新路来，所以就在中国的古典传统跟西方的现代传统能够结合，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：中国画的现代化，就说中国画一定要现代化。我说我这个手指头指向中国绘画的未来的时候，不是指头，是一个剑，说把西画派给国画，国画派全给挡了。说后来，因为我们台湾先创立了这个现代水墨画，后来影响到韩国，影响到日本，影响到香港，影响到东南亚，最后影响到大陆。所以说这个现代水墨画是我们台湾的骄傲。当时呢，西藏大学请我去讲学，所以我就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，我说我很想去珠穆朗玛峰去看看那个世界最高的这个山峰。结果我一到那里之后呢，哇，看到那个珠穆朗玛峰，哎呀，真漂亮！它那个云呢，一下子盖住了，一下子出来了，一下子太阳照到那个山顶，一下子这个山顶又变成云，直到变成黑的。结果我就坐在那里一看呢，不知不觉的就2个多小时，说是各种那个雪气山的那个感觉对我来讲是终身难忘，而且在我这个身体里面一直是不停地在运动。说从此以后我就画了一大批的雪山，都是喜马拉雅山给我的那种感受。从元朝，然后明朝、清朝这样下来，中国画家所画的山水是越画越清。说着，在宋朝那种大的那种山水，那种很有分量的、很重的那种感觉，后来文人画里面完全没有。所以现在我就是这个上接宋朝的那种很重、很厚重的这种山水的感觉，所以这一张画起来就是很厚重，是吧？就跟那个文人画的那个山水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